Hello， 创业家们，今天企业经营得顺利吗？这个影片要与你分享的是每日遇见杜拉克9月24号文章，控制机制，既不客观也不中立。评量这件事改变了事件和观察者。所有我们在企业里所面临的社会情境，评量的行为既不客观也不中立。评量是很主观的，也一定会有偏颇之处。评量这件事改变了事件和观察者。社会情境里被挑选出来特别评量的事件就变得有价值。某些现象被挑出来进行控制，就表示这些现象受到重视。企业之类的社会机构里，控制机制可以用来设定目标和价值，他们并不客观，他们必然具有道德判断。控制机制创造了观点，他们改变了接受评量的事件和观察者。他们不仅赋予事件意义，也赋予价值。这表示最基本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如何控制，而是我们的控制系统在评量什么。今天的思考与实践，要记得评量什么就得到什么。每种绩效评量方法都必须与你们的组织目标或价值观有关，否则你就可能会误导组织。OK， 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，期待今天影片能够帮助到你。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业模式、网络行销、人工智慧的修炼笔记的话，欢迎你扫描画面当中 QR Code 到我网站去看更多哟。我是黄华君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